花鸟鱼虫了啊，进来逛逛吧。哎呀，没东西了，不出东西了。你该选你该选。就是没上百万的时候。这个紫阳路的。还有草莓的冰凉的钱，里面人还不少了，但是都是新摊啊。他不要喂，我想买几个了吗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。对啊。当屋里来了，屋里还暖和点儿。逛地方摊就是时光就空了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哦。我让过去。行，去。啊，你上楼，去吧，上楼，你来去。逛地摊，时光就空啊！古玩古玩嘛，估摸着玩嘛，有钱的玩档次嘛，有品的玩品味嘛，工薪的玩乐趣嘛。碰，等我一点，多转，多逛。哎呀，多到市场上走动。这样才能买到东西来，就是的，不好碰啊。这就跟传教会啊似的了，对，东部里有一点，西部里有一点的。这么多料呢。了牌了，不好碰哈。哎，长长见识呗，您那牙白没东西。咱看看啊，有什么东西。什么不让你打架？我买东西就是打架。看看啊，能不能？哎呦，没嘛东西呀、啊。小铜铜子儿，小铜钱儿。小葫芦，这小葫芦怎么卖了？因为我嗨，这手工的不是机器的，老东西。对。手工加机工。手加机械，便宜了卖吧，这个，便宜了卖吧，便宜了。你给多少钱吧？到我家东西不是没到我家。给30。没新的没有。这啥东西？最少多少钱？那80都没给30啊！好，80都没买。哎呦喂！都跑酒，都跑酒了啊！北京的不能，这种的。那种的酒都是新的。说话了吧？你这花啊？哎，我的。都是地方的酒。2017年了，新酒了还是？
新酒来着。新酒呢还是手串儿，这手串怎么卖的，老板？老板，老板没在是吧？这边没人，下不来啊。老板没在，再转转啊。找着手串儿。找起来。小的给俩，大的给一个。算算啊，看看有没有个漏捡哈。哎，都挪里头来了，都挪里面来了。好，虎皮大衣还有嘞。不好碰了啊！你现在逛地摊啊，就是十逛九空，哪有那么多漏可以好捡啊？少。没有那么多漏可捡，然后这边也，外头看。